那么就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，还是想要问一下大家，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，除了作为一名艺人或作为一名演员，大家有想过自己别的职业的可能性吗？职业梦想，可能就是开一家小店，自己经营。开家小店，对对对。是卖什么呢？美甲呀，或者是饮品店。我想开餐厅，有不一样的食物的，比如甜品啊，就是西餐啊，中餐就不一样那些。听起来像是商场的某一层。什么饭都有，对吗？对，那个商场就是我的了。我应该会当一个网吧老板娘吧？难道不应该是网吧老板吗？怎么会是老板娘？小时候没有这么远大的志向，就觉得当老板娘就很不错了。我小时候很想开个小卖部，后来就变成了超市，然后再后来大型购物商场。我发现你们的职业选择就是自己想要什么，图方便就开什么。是的，想开美甲的，想做餐厅，就是因为自己喜欢。那青子呢？哇，说到我，那我真的是想做的东西太多了，所有想到的都想尝试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还想做老板，还想做主持人。做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当我没说过。我是想做访谈类的节目。哦。对，想尝试的还是挺多的。